37年前，戴安娜黑色长裙碾压众人，一旁的查尔斯却很不满。戴安娜的身高有1米78，颜值逆天，穿起长裙来总是尤为耀眼。1981年，也就是37年前，这是戴安娜首次以英国王室成员的身份露面，她特意的选了一条美丽的黑长裙。果然，戴安娜黑色长裙碾压众人，大家都在看着这位准王妃，无不赞叹。可是，一旁的查尔斯却很不满，说黑色的衣服只有葬礼穿。后来的戴安娜为了讨好查尔斯，尽量不穿黑色了。查尔斯从来不会以戴安娜的角度来想问题，只认为自己的想法才是对的。如果是你，你喜欢戴安娜黑裙长裙吗？37年前，戴安娜黑色长裙碾压众人，一旁的查尔斯却很不满。